环境英雄们热烈的掌声。记者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属狗啊，所以他有一个狗鼻子，就是到只要到陌生的环境，他都会就是闻一闻有什么怪味道。他本身就是体质很敏感嘛，所以他可能觉得其他人应该也跟他一样，所以他对于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要怎么样舒适啊，怎么样调整啊，他这方面他都很注意。所以像我其实也很敏感，只是我没有那么强的自觉性说啊，我一直打喷嚏是因为可能温度的问题，或者是睡不好，可能是因为光线啊什么的。我只是会强迫自己去忍耐那个环境，但是跟他在一起以后，就会慢慢发现说，哎，其实这些我的这些不舒服，都是因为我的这个生活环境有问题。然后当他把这个改好，我就发现我就不容易常感冒了，然后睡得也都比较好，所以可以跟他在一起一辈子。牛舍、鸡舍、鸭舍、猪舍，这些都是动物住的房子。动物都是大部分都温血动物，它会发热。那养多了之后，它就会很热很热。你热了，因为不舒服，所以你吃不下食物。这时候动物就养不肥，那你这些食物都要花钱去买的。所以说，其实农民的收益就会降低，因为动物养不肥啊，原因是因为太热了。所以我们农民就要想办法让这些动物住很舒服，尤其是在热环境很舒服的房子里面。所以动物住的环境是需要环境控制的。哎，那其实人住的环境是不是也要环境控制？也要，因为同样的，我们都住在建筑物里面，动物住的房子是需要环境控制的。然后我们会想尽办法，因为要降低成本，我们没办法给它吹冷气，可是我们给它吹很凉的那个叫水墙，用水墙来降温的那个空气，来过滤那些空气。所以其实这个概念下啊，我们人解决人热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摆一台冷气。可是冷气很浪费电啊。浪费电，你又产生全球暖化的问题，因为用了电，那个发电厂会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会又造成地球暖化，然后地球暖化又产生人类生存的危机。我们为什么不回归到我们当初在帮助这些动物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或者是饲养环境的时候用的绿色手法？你就可以不用花钱去吹冷气，而是用大自然的力量来做自然的空调，你是不是一样享受到舒适的环境？那其实我以前在建筑系对绿建筑这块是完全陌生，我们是大概出社会大概三四年之后，绿建筑这个东西才慢慢开始有被听到。那一开始其实即使我们是学建筑出身，也只以为说绿建筑只是有一些树啊，就绿看起来绿绿的就好了。后来慢慢就是慢慢才知道，其实绿建筑的定义是很广的，然后对地球的环境的影响是很深的。那因为记者他对环保这一块是很有兴趣，所以他在下班的时候，就是利用下班时间，他都会去帮环保联盟啊做一些节能，那就是一个节能教具，教大家什么省电这方面的一些演讲。慢慢我就对于这一块就越来越了解，然后也觉得不但对大家都好啦，然后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得到很多很友善的那个回馈，其实心里的感觉也很好。所以后来他决定要就是要想要自己出来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其实是可以支持的。你可能考虑就要用你们学校买的这种插座来做控制。 OK， 好，那这个60瓦换成13瓦的，现在亮度你看有没有变得比较亮一点？这个就是说以前这个钨丝灯泡是爱好，那这个是我们100瓦的钨丝灯泡。那100瓦的钨丝灯泡，我们家里常常有这种调光器，调光器调高调大，那你会发现功率会怎么样？会变化，调小一点。好，调小一点，我们今天做个实验，刚
刚刚这个省电灯泡几瓦？15瓦嘛，哈，我们把它调到15瓦左右。你看哦，这样子按很像小夜灯哈，这样也是14瓦，这样子省电灯泡这么亮也是14瓦。如果你要来照明的话，请问你要用哪一种产品？省电灯泡，因为你要的是光而不是热，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孵小鸡，要用什么产品？这个哈，就是说这两个发光效率就是差5倍。继续，我们继续开其他的钨丝灯泡。这些耗电的都会把它打开。那我们全开了哈，哎，你可以看到288瓦。好，按一下，一天是6.9度电，一个月是208度电，一年是2540度电。那我们来看电费，如果你用的这个这样子的耗电的灯泡的话哈，来看一下，你的一年的电费可以高达9220元。OK， 那你的 CO2 排放量 ，CO2 排放量一年是1609公斤，好、哦，直接算出来。好，那我们来，然后如果你社区、家里或学校做了节能的改造，我们把所有的灯器或电器、灯具、电器通通改成节能的哈、哦，来，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哦，好，做个实验。那灯管我们用一样用那个 T8 灯管了，因为相同形式的灯管，好。哎，来看一下，哎，你看哦，我们的功率就变56。好，我们来看耗电，耗电的一年的耗电度数就变488，啊，电费一年哦，变成1814。刚刚电费多少？9000多，现在电费只有1800多。如果你 CO2 的排放量一年变成只有314公斤，请问拯救了地球吗？可能啊。哦，那个行销田小姐，她来找我们，她最主要是她是我们的读者。然后有一次我们在《远见》杂志上办了演讲，刚好我们有得到这个环境英雄奖。然后她刚好看到我们授奖，所以因为他们公司本来就开始做这个，想要把他们的发廊导向一个比较等于是绿色的外墙的。就是如果真的决心要做的话，据我所知，国内生产这种光电板就是奇美。如果你们是 Green Salon， 这个光电板本身就是广告啦，全台唯一有光电板的 Salon 啊。他们的产品是有机的，那想办法说把他们的店面哈导成跟有机有关的这个绿色的形象，所以他们就来。他们其实之前有找过那个一家公司，英国的公司来评估他们。是要花多少钱去买那个排碳，因为他们用很多热水，用很多吹风机的电，然后这些都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然后他们希望说，假如说我们不得不用的话，我可不可以减少排碳量之后，然后再来购买排碳权。所以说他们就去算，就算出来每一家店，好，他们先算他们大安店，大安店就要排一个月就要花8万块来买排碳权。所以说其实那个是很高的，搞不好就是那他们房屋的租金。所以他们像后来想说讨论了很久，想说那干脆你先来减少，先来节能减碳，那减碳之后，你减少排碳之后，你再去购买碳权，这样就可以省很多钱了。那最主要是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把这些店里面的排碳量，其实就是用电量高的这些设备，想尽办法节能减碳。那边外面比较好的空气品质是要用比较好的全热交换器来做这件事情，它的滤网你们比较好更换。OK， 好。那其实，在天母那间店，它是一个全新的店，它是还没有使用，
所以说它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比如说它本来用很多打照射产品的那个卤素灯泡，一个是120瓦，你可以使用 LED 的灯泡的话，你可能一个只要18瓦就够了。那现在的科技都可以达得到，那虽然稍微贵一点，可是以它长时间开启的时间来算，你搞不好一年就回收了。那另外就是说它的热水系统，那热水系统可以用现在比较效率可以高出75%的热泵，他们以前都是用电热，哦，所以说你现在可以改用热泵。热泵热水器1000瓦的电，它可以制造3份热水。哦，这3份热水里面有2份热水，哎，奇怪了，因为能源不灭定律嘛，另外2份从哪来？从空气里面来，它要去空气里面收集热能，当它吸空气的时候，就代表它在收集这边的热能。嘿，热泵吸收热之后会吐出冷，它冷刚好可以用来作为它的冷房，然后热刚好作为它的热水，所以我们是建议它这样用。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它的电里面有一扇墙是西晒，靠西南，所以如果是西晒的话，那我们是建议它，你的热水可以先用太阳能极热板先预热这些要使用的热水，然后再经过热泵再一次加热。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其实这个店里面的热水，搞不好它的电费就是非常非常的少，用电量也非常非常的省，然后尽量使用这些太阳或者空气中的热能，其实就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一面应该是最好的啦。这一面是最好的。对，西晒，因为太阳西落嘛。啊，可是早上刚刚那个不是早上阳光，这一面也照得到阳光啊，因为它是有点靠向南。所以西南它整天，那你是东南的话，你可能晚上傍晚的时候你就照不到太阳，风比较大。如果在企业形象上面，那也可以做一些光电板，比如说他们店里面用很多电，那我们西南晒的这个墙面刚好有一部分可以做光电板。那光电板你就把它想象像是玻璃帷幕，它就跟玻璃帷幕一样。那要洗吗？它要，就不跟玻璃帷幕一年可能有灰尘要洗一下。冲一下这样子而已，可以把光电板当作是，因为反正这个材料都要用嘛，你就把它当外皮材料，设计成未来还可以拆卸的，哦，它可能是后面铁件，然后挂上去，哦，就形成你的造型。光电板产生的电就可以直接他们的公司里面的这个店面里面的电器来使用，那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那用电量减得越少，二氧化碳就排得越少，所以用这个理念来做，我相信他们这个可以是全台第一座超低耗能的绿色沙龙。嘿，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台北本来在找房子，那因为就是台北的房价比较高，然后本来是有一些朋友啊愿意租房子给我们，反正就是历经波折之后我们就后来我就建议他说，不然我们就搬到台中，这边的房子买得起，然后也比较气候也比较好，老婆也喜欢这边的气候，然后老婆的家人也住这边，那就好吧，那就来这边试试看。因为他，很想要把他的一些以前在学校学到的一些知识，实践在他的房子里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特意找一个问题很多的房子。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看清楚这个缺点了，我们觉得说，这个其实，第一个因为有这个缺点，所以他的房子比较便宜。然后第二个，因为有这样西晒的缺点，因为所以它的 view 特别好，它的景观特别好。可是搬进来以后，就是其实
问题真的是很多，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过得很痛苦。那他那时候就有跟我讲说，他一定会把这个改好。在这个买到房子之后的快一年的八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就来改，利用绿色的手法，绿建筑的手法来改造这个家。然后我们用的是很简单的手法，而且大部分都是自己动手做。那这个2001呢，我们搬到台中哈。那搬到台中的时候哈，我们买到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楼上哈，住的地方。那刚搬来的时候哈，其实我们很困难，因为实在天气太热，西晒，我们在墙壁上、玻璃上面贴这个铝箔纸，去反射这个西晒的阳光。可是哈，其实还是很热，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里面可以高达38-39度，然后外面气温只有32度，32度也是很热了。可是太阳哈的热会穿透玻璃进来，所以我们就贴那个铝箔纸去反射，可是还是没用。那像我老婆哈是坐在这个地方的哈，坐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特别帮她装一个小台的冷气直接吹，因为这个冷气哈临时的冷气容量很小，所以我们装了管子直接吹它，不然它会热的受不了。好，这个是我们家在改造前是长这个样子，一个前任屋主。那前任屋主很好玩哦，他可能住不到半年他就搬家了。可是他们家做的改造，我记得他们家有做很多永久，比如说冷气啊，还有这个天花板层板啊，他的冰箱还有他的洗衣机都还买的不错。好，我相信他是要常住的。好，住不到半年就搬家。好，后来我们问邻居，其实他是被热走的，就是西晒又是顶楼，实在是太热了。解决这个西晒窗的问题，就是后面加一层窗户。可是加一层窗户呢，一般的那个里门窗的业者，他根本不晓得这个窗户为什么要我说原来的窗户跟新的窗户要距离10公分，因为我想要把那个百叶窗夹在中间。我们窗户因为有两道，所以我们里面那道把它关起来，外面这道打开，这是一个空气流动的示意图了。太阳照射的这个百叶，我们百叶会放下来，空气被加热之后，热空气会怎样往上跑，冷一点的空气从底下进来，它就自己形成一个循环。那真实的状况在现场就是说，反正热空气往上跑，冷空气会进来。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绿建筑最常用的外遮阳的手法。那像夏天的时候呢，外面太阳很大嘛，我就把外面的窗户打开，把窗帘放下来，调整到我需要的光线，然后再把里面的窗户关起来，这个窗帘就是外遮阳。可是当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外面的窗户关起来，因为西晒的太阳还是很强烈，我们还是要放下窗帘。可是这样子把里面的窗户打开，这样太阳照到这个百叶窗帘的时候，这个百叶窗帘附近的那个空气被加热，它就可以跑到我们的室内，变成天然的暖气。然后我们的墙壁有填这个隔热材，我们的松木壁板钉好之后，其实我发现我们那个壁板后面有个空间，那正好这是西晒墙，我们就里面填那个泡沫玻璃岩棉跟玻璃球，不同的材质来实验它到底隔热效果怎么样。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是最好的，那这是最便宜的。台湾那个很多轻薄的隔天墙都有这个岩棉，这个的深度就是脚材大概一寸，2.54公分左右。然后里面就是这个是岩棉，它是一种隔热材。以前的钨丝灯泡它的效率很差，它一大部分是用来发热的，所以你有时候摸钨丝灯泡不小心会被烫到，因为英国冷啊，这个会发热，刚好是当暖气。所以说我们这边很多像以前家里装很多这个卤素灯泡这个我们通常做了装潢之后这个灯泡也是，它是50瓦的啊，我们这边因为电压的关系它稍微会改变，它只有42瓦。好，那通常只是我们是要它的光嘛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如果改成 LED 的话，本来43瓦现在变成几瓦，5瓦而已。然后之前前屋主他们是一开就全亮，8根全亮，而且40瓦8根的话是320瓦，对不对？就很浪费电。可是我们后来就换成一支是20瓦的，然后一次这样亮只有80瓦，而且我们就是在每根灯的下面有放一个反射铝板，让这个灯管的光线全部都反射到我们的室内。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是冷气的室内机嘛，然后我们家的冷气的室外机就在那个厨房那个后面阳台，
那这台室外机它是一对三的，就是它是可以提供三台室内机，一台在这里，一台在书房，还有一台在下面那个房间。那时候记者为什么想要选这么大的台室外机？其实它是希望可以它可以达到吸气的功能。室外机平常都是一边吸气，另外一边排气，排气排的就是热气。那如果说你如果有经过它的排气侧的话，你就会发现那排出来是很热。所以记者他这里有做一个区隔，就是这样热气直接排出去，不要排到我们这个阳台。然后我把这个门关起来哦，你就看到那个它开始转了。上面那个风扇，这没有通电哦，就表示空气是从那边一直被吸过来的。那它要吸哪里？它就是吸我们客厅刚刚开的那个口。好，然后其实我们书房也有开一个口，所以就是当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我们的书房跟客厅都会吸新鲜空气。所以就是希望新鲜空气从客厅、从卧室吹。然后一路到厨房，然后再出去。有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比如说我关小一点，然后它这边也是一个循环的通路。为什么这样子要这样设计呢？当我这边晾衣服的时候，我的衣服很快就干了，因为它一直在换气，有循环。对对对，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阳台上面有三个圆圆的在转？只要有风吹它就会转。它在转的过程中，它就会抽下面的空气。所以当我不吹冷气的时候，它那个在转，它一样会从把空气从这边往上抽抽出去。书房的话也一样，因为也是西晒，所以我们也是有做双层窗跟双层墙，然后也是有一个换气口，然后这边这一间就全部都用那个泡沫玻璃。这间书房是我们使用率最高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光源都换成 LED 的，连旁边的那个间接照明也都是。再来就是我们家现在都，我们两个工作中 notebook， 像他就是这边有一台小 notebook， 只是他拿到下面去，然后他如果在家工作，你就是外加一个萤幕，好，外加一个键盘，这样子是比较省电，因为你的那个，所以你们没有 PC 就对。我们没有桌上的电脑，我们的所有的设备都有装这个这种开关，就是。算是它可以协助你省电，那它的好处是说，它针对每个插座，它都可以个别的开关控制，然后它也有一个总开关，然后它这边还有附那个贴纸，可以让你自己去写，这样你就知道，哎，我哪个要开，哪个要关。因为我们这些设备比较多嘛，可能有印表机呀、扫描器呀，那个平常没有在用，其实就可以把它关掉，因为那些都需要待机。然后再来就是 notebook 的话，因为它比较低嘛，所以记者就有帮我做一个架子。然后你这样打起来，就是你的那个姿势会比较正确啊，尽量这样子，你就这样。这跟省电无关，好吧？木头的塑料，每一个房间、每一个空间都要做通风路径。哦，小心口。跟我们家很像。那你讲。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刚刚外面那个洞，它这边有个控制。为什么要控制？对，为什么要控制呢？有时候我们在客厅烧烤的时候，它味道跑到卧室来，我就把它关起来。可是如果我需要，有时候需要新鲜空气的时候呢，我就是把它平常都打开。就是这边有一个管子，有没有？上面这个管子是负责上面这个房间，嗯，下面这个管子是负责下面那个房间。然后这两个管子呢，接到外面，它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上面装了一个抽风机。就算我没有在用的时候，它的空气也是可以对流，比较清新的。对。我们刚刚有讲，我们社区不是一开始都是会漏水嘛？除了我们家以外，都会漏水。那漏水的话，我们后来就是那个防水重做，全部磨掉之后重做。我们这个顶楼刚刚记者有介绍，就是因为之前防水都有问题，所以防水整个重做。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就是 PS 板。那其实它隔热其实是靠这个 PS 板，它很硬，然后它的效果很好。那铺上去就好了。PS 板隔热很像是你们家那个冰箱的那个壁体的保温，冰箱里面是不是冷的？外面相对温度比较高 ，OK。所以我们要维持里面的冷度的话，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个那个冰箱的那个壁体要做一个保温？所以你去摸冰箱的壁体的时候，你摸不到里面的冷，因为它隔绝了。除了隔热砖，我们还有用木栈板，哦，还有植栽，这一区是我们种菜，然后有一些花。
其实每一种它都有它的隔热效果。然后这个就是气象站，就是刚刚我们在客厅看到那个面板，不是有风速风向吗？这个就是这个风杯就是测它的风速，然后这个就是测风向。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是改完之后发现以前常做义工这些环保的朋友我们邀请来家里参观，他们觉得我们这个改造很神奇，就是用观念，可是用最便宜的材料，然后自己尽量自己动手做，然后就是在当然美感上面，因为我们材料用不是很昂贵，所以我们美感不是呈现那种豪宅的美感，我们是呈现一种比较简单朴素的美感，然后可是它的功能都有达到绿建筑的要求。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可以体会到他想要做的是什么，然后真的都有做出来。所以就是在房子快要改好的时候，就是有提到就是可能就可以共组家庭，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其实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啊，所以就觉得 OK 啊，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携手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这样子。大楼有公设、公共设施的部分，还有个人的部分。那公共设施的部分，就我们可以简称它是社区的部分，因为其实社区是家庭的延伸，因为其实那也是你买的。我们刚搬在这个社区的时候，哈，这个大楼的时候，当然先改自己家里面，可是也同时看到大楼很多缺点，比如说会漏水，然后中庭会常常有人跌倒，然后那个踏石很多地方那个马达又常常坏。反正很多问题，然后有蚊子，然后有不明的小虫，然后空气，然后每层楼的那个空气都很脏又臭。那时候我就想说，今天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结果我一开门出去要忍受社区这个很差的生活品质，我没办法。所以说我就那时候就想说，那就干脆刚好政府有一个民间绿建筑改造，那我就把这个改造的补助方案介绍给管委会，然后介绍给其他住户，然后大家说，不错啊，来改啊，因为我说。刚刚讲的那些生活品质的改善，我们用绿色手法来改善，然后让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可是是用绿色手法来达成，这样政府还有补助，大家要不要做？那就要做啊！那要做，我就问老婆，就是担任免费的义工啦，就是我们也没有请建筑师，我们就自己做设计，自己做规划。这边是地砖会滑，大家可以看到以前的地砖就在这里。那小朋友到这边来玩，要经过层层障碍。那我们现在就是用松木栅栏，松木花架，这个地方做一个改造。那做一个风衣走廊，还可以收集雨水，可以收集桶就在这边，收集桶在这边。那这样改完了之后，其实就是说提高我们社区的生活品质。啊，可是事实上是用的是绿建筑的手法。绿建筑用鼓励大家用木头，鼓励大家用木头，不是会砍树吗？那为什么是绿建筑的手法？所以说，你买的木头要永续造林的木头。
地下室空间有做比较多改善是那个灯，那个灯都是 T5 灯管，这个 T8 把它上面装的 T8 就是应该是 T5 灯管，只是会有一个支架，把旧的灯具改成 T5 灯管。一般的地下室都有装的那个循环机之类的喷流啊什么的，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排气机，这边还有一个排气扇。那其实如果你待会你们坐你们站在这个位置大概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其实空气皮肤的空气微微在流动，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天井上面一个通风塔，然后我们其实有两个天井，为什么一定要抽风呢？因为汽车会排出一氧化碳，它燃烧的时候它进来的时候它排出一氧化碳，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地下室空间都要通风，然后一般是用机械式，像我们社区完全没有机械式，我们把那个切掉，把这个也关掉，旁边门打开，因为这边有一个风塔，它24小时就拉空气上去。就是说，我们大气风场就是这样吹，然后这个烟囱其实就是另外一根管子。当你风场不管是这样吹这样吹，迎风面就是正风压，背风面就是负风压，然后风这样子吹过去，空气裸体这样流过去，底下这边就会有流体被带上来。就是这个，这其实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这个东西其实在从古到今的所有的建筑都看得到这种东西，像那个烟楼的烟塔。我们等于是说，我们做社区的绿建筑改造，其实花的只是1/3的精力，其他1/3的精力都在健全我们的管委会。我们的管委会事实上不是一个法人，不是没有正式立案。没有正式立案，你就不能去申请民间绿建筑的补助。你要正式立案，你说你是一个组织，那你至少有一个立案的证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担任义工都是在跑啊，赶快把那个点交程序完成，协调建商，协调那个住户。那有时候还被住户不明就里的骂。所以在别人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啊，别人家的问题。其实都比我们的问题要轻微很多，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西晒又顶楼，很不好的生活品质，社区也是。可是事实上，大部分的道，因为我们刚好买到后来打听是全台中最烂的建商，最差的建商，嘿，盖的房子。所以说我们经历过这一段，所以你在应付别人去演讲或是应付别人家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别人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等于是说，我们把一栋大楼里面的一个居住的单位改成，是绿建筑，然后整栋大楼也是绿建筑。可是它不是一开始就是绿建筑，它是后来改造的。那这样也符合大部分都市里面的建筑就是这样，因为大部分都市里面建筑都已经盖好了。如果要把它变成绿建筑的话，很多人都会说，你就把它拆掉重盖。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栋建筑盖好，你可能用个50年、60年、70年都有可能。所以说你必须要改造，要用绿色的手法打造一个舒适的一个居住环境。所以我们用都市里面的这样的最多人最大众的这一个建筑的形式来作为一开始的发展。期待是，应该是说他老板的期待，他老板的期待是说他是，全台第一座的绿色沙龙，就说因为没有人沙龙做绿色的改造，所以他期待他是全台第一座绿色的沙龙的代表，然后希望借此感染他旗下其他的加盟店或是分公司，每一家店都可以这样做。所以说其实应该是老板的期待大过于我们的期待，因为我们的期待，其实我们的期待是绿色的观念可以深植于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在每个人的工作场合或是在家里面，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场合，它都可以发扬光大。那所以说他其实我们是很感动啦，因为从来没有一家发廊愿意这样做，然后他愿意这样做的话，然后我们还可以建议他说他可以跟他的商业的形象可以结合。
那可能会创造出更大的商业利益。所以说做绿色不一定会亏钱，反而会更赚钱。我们目前就是有一个协会，还有一个公司，那就是希望说，可以用协会这一块去传达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些观念，然后可以多认识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那公司的话，就是希望可以赚一些钱，一方面养这个协会，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慢慢存一笔钱，可以以后就是朝这个教育农场的方向迈进，这样子。我们希望在未来，就是除了绿色居协会以外，它是在经验上面或者是观念上面做分享，然后希望说有一个，因为可是它需要经费来维持运作。那我们希望做公益的同时，我们不要跟政府拿钱，也不要去募款，我们希望能够长期稳定的运作，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做生意。好，那我们的理念是做生意也做公益，就是说这个公益的部分就是一个可能是对全民的教育或是经验的分享的一个场域，然后它是用我们现在 Web 2.0 的可能在网络上做一个交流的平台。如果有一个平台，现在我们 Web 2.0 网络上一个部落格网站很便宜，大家把这个经验分享，那未来就是说你们来上我们的课，你要实践环保的生活，实践绿色的生活，你就是绿达人，你的经验会被分享。当这些分享的经验形成一个资料库，就很多，比如你家、他家啊，你家是什么样的建筑物，你们家是怎么样的住宅，好啊，你们家原本问题是什么，后来改成什么，有个改善的经验。这时候这个资料库累积多了之后，大家就会变成很好参考，大家一上这个网站，我家什么问题，一点打上关键字就找到，你们家有改过啊，你们家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学你用什么方法？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法要不要钱？不用钱，因为这是知识的传播，所以这个要一点时间了，好，让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好，那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做到这个样子。然后其实我们动机很单纯，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环境品质上面能够用过得舒服一点，过得安全一点，过得健康一点，可是你用绿色手法来达成，那这样其实就自然而然能够节能减碳。应该是说，其实这个梦想主要是他的梦想。那因为我是因为爱情啊，所以就是跟着他去实，就是协助他去实践这个梦想。那他就觉得说，以后他希望要有一个有点像是教育园区这样子，也许是一块地，那里面有他的实验屋，因为他很喜欢实验嘛。然后有教学的地方，教室啊，然后可能有相关商品的贩售，就是如果大家想要 DIY 的话，都可以在里面买得到他想要买的东西。然后另外就是也是希望有一个，譬如说也像民宿，就是这个民宿是纯粹就是用绿建筑的观念去把它打造。那其实你进来住一天，就可以了解说，其实绿色的房子，好的房子，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用很高科技的一些产品才能塑造那个环境，然后甚至就是也有一些有机的菜园啊什么。他的梦想很大，以后这房子就叫玻璃盒子，然后玻璃盒子里面外表都一样，外表都想办法用光电板双层墙，然后里面住的人呢可以依照他的需求，他可以养鸡养猪养鸭，然后你给他当学校当教室当工厂当公司用，
通通都可以。你看出去就是外面的景色，你的室内会跟外面融合在一起，对不对？好，对不对？因为我想这个概念应该会成功，因为你看 iPhone 每个人都拿一样的东西啊，它灌什么软体，它就会变成什么东西，对不对？好，这是有可能。我很多人觉得我是那个笑。当然我们可以摘点紫苏啊，这个紫苏，对，当然我们可以摘一些罗勒，然后我昨天有买一些九层塔，哦，可以补充一下。OK， 回家煮饭。你必须要用符合人性的方式来解决人的这些能源或者是这些生存或者是暖化的危机，所以说其实你要换个思维，就是说你在这个环境中所发生的一些物理现象，这些物理现象会影响我们人的舒适度的，你都要去了解它。那你如果了解的时候，你就会运用最多的绿色手法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这时候你就会减少非常非常多的能源的消耗，这样你就可以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那我们的目的就达成了。